喷涂过程中，喷浆和墙面应该保持垂直，或者是尽量保持垂直的状态。因为如果喷枪歪斜，会导致喷浮带偏，水包沙涂料会向一边流淌，而另一半缺漆、干瘦，甚至出现条纹涂层，喷出来的粒子形态可能拉长条，或者不成圆点，会非常难看。